け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んだ。逃げちゃダメだ、逃げちゃダメだ、逃げちゃダメだ。行くわよ。無駄な抵抗はするな。指挥官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梦幻模拟战》的声放送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里，耶！给力的欢呼声，因为自从呢上次主持的那个百万指挥官见面会之后，又可以再跟大家见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而且呢，我真的要说，上次那个主持完之后，我发现哦，全世界人都想说，哎，你去主持我也有玩呢，连我大学学弟都跟我讲说，学姐你竟然也有在玩。我真的觉得我们所有指挥官真的是太给力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非常给力的这个声放送来宾，要跟大家一起迎接我们的全新内容。因为大家呢，其实相信只要有看我们的梦幻魔战的声放送节目，都知道只要有声放送，就代表了有我们的全新版本要登场，而这一次我们全新的版本呢，就叫做伊雷斯的季风。所以呢，话不多说，马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叶子。Hello， 大家好，我是超期待改版的叶子。耶、yeah, ，欢迎叶子。好，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月希。Hello， 大家好。月希，帮大家谋福利， yeah. 在这是不是？对，今天一定要帮大家谋一下福利啦。来，接下来是我们的鸟子。嗨，大家好，大家好。哎、欸，等一下，你怎么今天感觉那个是有点宿醉，是不是？没有、啊，没有、啊，精神很好、啊。今天精神很好，精神好，很好很好。待会好好加油一下啦。好，接下来是我们的 Mita。Hello， 大家好，哇，欢迎，哇，今天的这样妹子一这样一字排开就是舒服，但是夹杂了一位鸟屎。哎、欸，而且我刚画面到 Mita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好大一只哦，因为我还占他四分之一的画面。哎呦，就大家Hello 大家好，然后旁边是我肩膀這樣，哇，我真的很大、欸，我真的很大一个。你好抢戏哦，对啊，好麻烦哦。但是你今天坐在就是那个众家妹子中间，应该是感觉就是香香的，也还好啦，大家都熟熟的啊，都熟了没什么事。而且我们这种比较宅的男生，可能比他们更香，因为我们身上很臭，所以我们喷的比较多香水。太香了吧？哎。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哦，对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另外一位来宾，应该是更开心，觉得现场很香的一位，就是我们的小编。大家好。但是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开心哎，小编怎么会这样？因为我想跟鸟屎换位置啊。啊哦！来来来来来，声音接下去。对，我 OK 啊，我没差，我 OK 啊。平常大家都很常见面，我 OK。OK， 反正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你来。但是今天小编有很重要的任务，那个任务就是要帮我们那个全服大家在某讲义的时候，你要帮我们带头说，嗯，好，没问题，送给大家 ，OK 吗？就算不愿意，但是为了大家，我就会勉为其难的送给大家，没关系。你不要一直把这些 OS 讲出来啦！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么有情绪的一位小编，对啊，私人情感很多。没关系啊，我跟玩家都很熟了，可以、哦、可以。哦 ，OK OK， 是吗？是吗？玩家其实想说这人是谁啊？可以。所以我们现在那个什么留言板应该是相当热烈的回应，就对，很好嘛，对不对？可以。有人现在应该都在找问号吧？谁？小编？谁？这是小编。反正你们只要看到任何一篇都是他发的嘛，对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找他就对了。我想奖励啊，你们想不想奖励？想没事啊，没事啊。好凶，不要凶，我们要赶快就是告诉大家一下，我们这一次呢有就是非常丰富的奖励要送给大家。因为呢，今天我们这就是一个小时的声放送节目当中呢，会就是公布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只要大家呢有把这个通关密语呢留在我们的那个官方粉丝团的页面下面的话，我们就会呢就是抽出很多精美的礼物送给大家，而且呢要跟大家一一报告到底有哪些精美的礼物。首先呢，我们要有送出的是我们买卡梦战专属点数500点，有10位。哇，抽卡抽起来，抽，这时候抽卡的时候很好用，直接送五百点，而且不是一个两个，直接送10个，有没有？大气，1、2、3，这边就4个了，对啊，五。哎，我没有，我自己买就可以了。我是不会厚着脸皮跟厂商要东西。那你要10个给我好了。太过分了吧！我不要，让我拿回来。聪明，不
想给小编硬是要拿走。对，那好，对，这只是大家很想要礼物其中之一。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经典滑鼠垫，有十位送给大家。佳佳，美的，噔噔超美，哇塞！你这个抖动的特效是很强，对、啊。你们这样抖动，大家看得清楚吗？不要把大家抖那个老婆慢慢抖，不是不是，把它弄成三 D 的好不好？我是在试图把它变成三 D， 把它弄成三 D， 用心良苦哎、欸！你手不要乱摸，我说很大张，我根本没摸到，好不好？碰到手不要碰到，我是个礼貌性手，好不好？看一下这个间隔，好不好？看一下这个间隔吧，不要被我的 Meta 离你越来越远、啊，不要被我的错位。被骗了，好不好？没有骗，没有，我在。绅士手，礼貌之手，绅士手，绅士手，好，为大家展示一下，真的这么大，好不好 ？OK， 所以呢，这么大的经典滑鼠垫有十个要送出来给大家，哇，大手笔大的滑鼠垫，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最新出炉的梦战桌历。江江在我们的那个月西手上这边，江江，这个就是2019梦幻桌历，你接下来的一年都可以过得非常的顺利。那这个大家想说这是桌历了，对不对？但不是，它里面不是，那不然它是什么？暗有玄机、哇哇哇！哎、欸，七月夏天就是泳装的了耶，香就是香，对。然后正面背面的，你为什么好像有点不高兴？没有啊。怎么了？我觉得很热，看到夏天觉得有点热，看到他们就觉得清凉啊。你们看到的是哇，那边清凉。我们这种比较怎么了？肥宅的人看到就觉得就是看到自己汗流浃背，就是七月，然后就是背后都是汗呐、啊，胸口的汗呐、啊，这样好热。我想说假正直什么、啊？还有一页很厉害，还有什么？还有一页很厉害。哇，这就可以，这个就有没有飞在空中，有一点风，所以吹的就比较凉，就比较舒服。这个你就可以了，是不是？我还说你要说，哎、欸，这只龙看起来很帅，龙帅，龙帅，龙帅。我再看清楚，这龙好看，我那个街景也很帅。哎呀，那。光影也不错，光影街景也很细致。等等，你这个视线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可以了，不要污染好不好？而且我们这个就是非常梦幻的，这桌历也有20个要送出来给大家、欸哦、哇，好多，真的好多个、啊，陪伴大家一整年，大放送哎，这个用小编的薪水吗？哎呦，难怪他今天看起来很不开心，好狱卒啊！但是呢，不只是这样子，是要从他薪水里面扣的礼物，还有，接下来继续看一下，那、啊、也是从我薪水扣吗？都是啊，你忘了吗？那我们到现在就好了，就是其他不送了，是不是？这样就好了。不行，你要为了大家好不好？为国捐躯的一个概念好吗？好，所以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是我们叶子手上的，噔噔 A4 资料夹，而且呢，看有没有三款一套，而且是正反面都不一样哦。来换另外一面给大家看一下，正反面。嗯，我自己最喜欢中间那个雪莉的。这个天使造型超棒，然后背面也是逼真，哇、哦，真的很美耶！逼真，每面都不一样。再拍一次给大家看，好像不在意我手上这一张。不会啊，我就比较喜欢这张、啊，蛮帅的、啊，蛮帅的，对，而且重点是呢，这一套有三个就算了，而且也是有二十套，难怪小编的那个脸那么黑，小时候都从他薪水扣，真的要跑路了是不是。你不要因为我晒得比较黑，就说我脸黑。绝对没有，可能是那个肝有一点黑了，硬硬的，啊、不是，因为呢，刚刚呢，这只是就是我们还有。其他的礼物是非常尊爵不凡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只要 take 到我跟小编的时候，我们面前这里桌上这两只，噔噔，来的利昂的大大公仔，大大公仔，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我连碰都不敢碰，你们刚才可以拿起来展示。你知道我们这一座造价？10万元没有啦，一座造价10万元，这么贵的吗？所以呢，我现在连碰都不敢碰啊，有没有？有指纹不能，不可以，不可以，有时候任何 DNA 沾上去，到时候就玷污了它，有没有？尊爵不凡的利阳公仔和拉娜公仔也要送给大家，是不是？我都超想要，但是我们的通关密语就要请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随时锁定，可以先透露一下吗？还是不要好了？不要，是不是？一什么？一。一、第一个字是、哦、你真的很厌世、欸、你真的很厌世哦。好了，请你投入第一个字是一了，所以呢节目当中会1、2、3、4、5有几个字的话就慢慢告诉大家，第一个字是一，所以呢请大家的继续 follow 到我们节目最后一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一次我们那个全服的这个奖励通关密啊，不是全服奖励，我们这次要送出的奖励通关密语是什么咯。大家再看一下，复习一下，有这些，有买卡的点数，
经典的桌历、 A4 的资料夹、梦战的超大滑鼠垫、力扬公仔以及拉娜公仔，拍手！哇，拿来哦！真的，光是看那个画面就觉得很香，所以请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那个声放送节目。还有人没有来的话，赶快现在就是分享一下，把那个所有的亲朋好友全部都拉进来一起看，把那个就是好的这个奖励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大家啦。好，重点呢就是今天呢，除了就是我们要抽奖的这礼物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是全服的奖励，对不对？嗯。但是全服的奖励要送出来，小编脸这么黑，当然一定不可能轻松可以过关，不然他们就不要理好。啊啊！什么什么？其他人可以理，他们不要理。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凶啊？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适合开实况。我觉得，嗯，你一定会就是订阅，对不对？如果我是公司的话，我现在就签你。你们团队还缺人吗？现在立刻就立刻，我直接开始拟合约这样。你很喜欢他的风格，对不对？我喜欢。但是呢，今天的那个小编呢，还是要负责把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全服的奖励呢，是要经过一些挑战。嗯、那请问一下，第一个挑战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挑战就是拜托你们画得像一点，画图大赛。怎么连我都不是挑战名称那么厌世啊？挑战名称这有点挑衅的挑战名称、啊。拜托你们画得像一点。对，我以为是刚在叙述一件事情，结果没有，是关卡名称。关卡名称这么呛可以吗？那但是这么呛的关卡名称是要送什么东西？可以这么呛？嗯，送金币30万。哦，全服，全服三十万，全服30万金币。我是为了大家在拜托他们，我是抱着一个诚心在拜托。你诚心听起来好像那个就是温度有一点低啊，是我的错觉吗？好，所以呢，拜托你画得像一点。这个绘图大赛要怎么样玩呢？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待会呢，在我手上这边呢，有每一个就是英雄不同的这个题目卡，然后呢，每一位来宾的时候都要抽一张，就是他们待会要画出来的英雄。而且呢，每一位都会有3分钟，待会呢计时3分钟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画。3分钟一到的时候，请把笔放下来，然后。我们的小编就要来猜他们到底画的是什么？他猜，小编猜哦，难怪他会说拜托你画的像一点，拜托。不会啦，他应该很了吧？不是啊，他很熟，可是你们画的万一很深怎么办？哦，那所以就要考验一下你们到底行不行，因为你们现在只要帮，哎，等一下你听到行不行有什么特别的障碍吗？我刚逻辑思考一下，就没错，如果我们画很烂的话，他们还是猜不出来，猜不出来。而且重点是，你们现在要是帮全服的玩家争取，哎，你们身负重大的责任，可以认真一点吗？拜托画得像一点，好，好，可以吗？好，那现在先请我们那个思维来抽一下。看来我知道使出我20年没有使用的画工了。20年没有使用，所以以前曾经有过吗？所以你现在37了，还乱 Q 的？人家记得，你给我闭嘴！抽你的卡，抽卡，快点啦！抽卡！你在拖台前，不能偷看，对不对？行的，不能偷看，不能给小编偷看，当然不能给他看呐、啊。但是，没事，10万，从我薪水扣就对了。对，好了啦，我50收，没事啊，力量长骑马，没事，偶尔落马，正常是，可以，骑兵马总是有时候会落马的嘛。对，真的假的？你才骑哦，还在 Q 一下，超过分，下一趴喽，好，下一趴是不是？我看下一趴了，下一趴了，你要开始画画喽。麻烦你赶快进入到那个美术模式好吗？ Okay, okay. 好，来，我们刚刚请那个四位准备好3分钟的时间计时，请开始。其实3分钟蛮长的、欸，真的吗？3分钟蛮长的。你不要3分钟画完，然后是一个铁线人，一个圈圈，然后四根线。不会，好不好？我画画强的。你要完成了吗？等一下，你们那个，你看，小编的时候已经在那边偷瞄了。我在。你们看到卡片的部分？对，你直接说出来，你这样很好，很会。为了玩家，为了玩家，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明明就是他们比较重要啊，画的不好，也没有那么严重，好吗？不过就是一个区区的金币30万全服而已嘛，是不是？30万很重要啊！不，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是全部的人，30万比我年薪还要多哎、啊！等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在跟官方说？怎样要加班，然后呢，还要就是把自己的钱拿去当奖品？30万可以过两个装备了啦，可以，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的时间已经是滴滴答答进行的很快，各位非常认真的，好像看起来是还行啦，目前。什么？
屁啦！感觉那么快啊！谈笑喉咙有点痛，喉咙之间，你骗我没倒数过是不是？等一下，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看起来，我觉得好像只是图快，并没有就是那个特征，应该是重点是它的特征要再明显一点，因为那个月夕画了这么久，我只看到它的那个头。他下面还有一些可能装备、欸。我跟你讲，你等一下我拿正面给你看那个神韵，我根本就在画他本人。真的假的？没错，我画的栩栩如生就对了。真低棒，待会就好像是来到我们现场一样。我跟你讲，太夸张了，美术天分、哦。好，所以呢，一分钟快要到了，应该是说剩下快要一分钟了，是不是 ？OK， 各位，还有大概90秒钟的时间。不到这个一分钟的时间的话，你们到时候画的乱七八糟的话，小编猜不出来，我们全服就没有奖励了。等一下，有人画完了是不是 ？Mita 这个、不错，60秒，各位60秒喽！哎呦，来了，不要急。等一下，我跟你讲，我已经画完了，我还心有余力，可以在旁边画一个蜜糖吐司。对，算了，我不会画蜜糖吐司，我画一个我的手这样子，当做签名。好。还要再拓印一下，是林莫内啊，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啦。好了，不然我们之后再把这4张画抽给我们玩家好了。不会有人想要，你确定？没有人想要吧？谁要、啊？说不定会有些喜好特殊的人喜欢啊。这放在家里有外观，但大概只有7月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啊！没，对不起，千万没有那个，不要拿出来辟邪。还剩下最后的20秒钟，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有人停笔了，很溜、哦。你还有时间说人家是不是？我这个，我跟你讲，我这个如果猜不出来哈，那就是他的问题，真的是你的问题了啦。我觉得好像几秒，我这个是完美的美术天分，好不好？2、1，时间到停止、啊，可以啦，哦，可以是不是？哎呀，你是可以吗？你是可以吗？好可爱哦、喔，这个超可以的。我跟你讲，这个要是猜不出来的话，小编就是小编，小编你真的失职啦，不行哦、喔，好不好？可以吗？失职吧，你们真的很变态、欸，不要这样，好坏心，要过年了，先领完年终就好，再领完年终吧。好了，那我们现在呢，要请小编来猜，那我们一个一个翻出来给大家看，好不好？来，先从叶。好，得了得了，叶子的这个是什么？来，小编，努力，我觉得可以啊，觉得神韵，我觉得有武器也有，头发也有，头发很明显。想要在夏天去海边，但是又久害羞的高中少女，你不要自己乱人设啦，你不要自己在猜人物，我们讲故事啊。露娜吧。露娜，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达达，对了，恭喜正确答案。哇塞，你好强哦！你竟然画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姿势，然后他竟然还猜得到。画出心中的露娜就对了。马尾，用马尾判断，用马尾。而且武器其实那个就是感觉其实还蛮明显的。有，对，有那个把画着那个特征画出来。但重点是呢，因为呢我们要毕竟是送全服的嘛，所以四个都要猜出来。是一个吗？四个都要猜出来、哦，所以刚刚呢，只是觉得第一个好像还蛮就是有把握的，但是第二个刚刚月夕说这个一出来那个神韵吼不简单，来亮出来给大家看看，这很传神的，对啊，这很传神。我觉得我画超好，那个表情很生动啊，很生动，那个表情很生动、啊。他那个微笑的嘴巴微笑的角度，我画的一模一样，真的假的？那个生动，你知道生动是什么意思吗？这个表情空洞嘛，这已经是这已经是没有灵魂的人的表情了。这个眼睛没有神呢、欸，这位大概要从两个里面选一个，很棒哎，有点像雷丁，又有点像艾尔。没有，你再看，你再看，你看清楚，你看清楚，我看一下他头毛的角度，对，他的头毛的。角度，你头发角度有神还原吗？有，其实有，其实有。艾尔文，确定吗？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当然，艾尔文。蛮，还是呆毛角度是不是很像？呆毛，对了，呆毛还蛮神还原的感觉。好，所以恭喜第二个也回答对了。接下来鸟屎说他很有美术天分的，来亮出来给大家看看。拜托，你画什么东西？是林莫内。是林莫啊，这个真的。是林莫内。强吧？这个真的很明显，很明显吧？哎，这表情有传神。表情，这个你这个眼睛在点点脸，最好意思说。可是我这个表情比那个生动吧？这个这真的是空洞吧？我这个比较有灵魂吧？蛮生动的。不是你那个鼻子那
地方。就想想说懒得画啊，就画个可爱的脸啊。确实是，发型跟服装很明显。我知道啦，神兽古巨拉嘛，对，是神兽古巨拉。不要吵啦，完全你要猜。所以小编刚才说的被沙洗掉了，再讲一次。力扬，力扬，力扬到底是不是力扬的？什么叫我也可以猜？我画的超像好不好？还吓到？对啊，应该是。恭喜正确答案！你不要吓皮塔啦！没有吓他，他太容易吓到了。真的，人家惊弓之鸟，好可怜，好可怜，是被压力来了，压力来了。好，所以最后呢，一位压轴登场是我们米塔的画作，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真的厉害，很有自信的。很有自信的这个特征，这个特征相当的明显。他的手好像有点长他刚拿起来的时候说我很有自信，然后拿起来自己在旁边这样，什么？有，但是他的眼睛，我是觉得那个算是，算是很认真，也很生动，算是相当认真，也有一个社畜感。他有一些地方也蛮还原的啦，有一些就是很明显。的特征，对，但是小编这边皱了一下眉头的意思是，你觉得在你心目中可以更，就算没有拿到30万，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就是不要再认真的玩游戏啊，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可以拿到30万，没有，就是其实不是。所以你到底要不要猜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这个特征其实蛮明显，所以要不要那吗？是吗？对对对，你画了谁？你自己不知道。对，所以恭喜莉亚娜正确答案。所以我自己了。哎，该说是大家的画作太明显了，还是说小编太厉害？太棒了，太棒了！对啊，你是有心电感应，连这样子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相信这个全服30万金币送给各位玩家，只能说是实至名归。恭喜！我可以问一下，你可以评一下谁画的最好吗？对啊，打分数啊，画的最好，挑一个最好的就好，最好的不用讲，不用讲其他的，老师画的最好，你画的最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评一下哪里最好？凭什么？你看其他，我觉得那个叶子的也勾 G。我觉得应该是手掌那个部分吧。手掌，原来是手掌啊！原来是我最困的地方吗？可恶，找到两手掌的脚掌。而且你说的是我的这个手掌还是这个手掌？因为这个你知道，这个我的设计理念哈是一个水饺的概念。那这个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枫叶的概念。应该说他把你画这个大家什么东西两个特色都凸显出来，有吗？盔甲啊，发型啊，还有那个手掌啊，真的太传神了。对啊，艾尔文其实也很不错啦，只不过说。跟雷丁不要不要不要，这种时候就是讲一个人就好了， okay. 不用讲其他的。那你这样子没有那个没有讲到莉亚娜怎么办？好，莉亚娜，那我们之后再另外是 P 一个小房间再谈，对不对？另外还要讲一下莉亚娜。好，但是呢，还是恭喜我们全服玩家获得了我们的金币30万。Yeah. 好，但是呢，只是呢，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给大家做一点的钱财，待会还有奖励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持续的送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我们今天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改版介绍啦。这次我们的全新版本的伊雷斯的季风呢，有两位即将要登场的英雄，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第一支英雄是谁。噔噔，自然卷，自然卷方特。我们第一支呢就是蓝方特，那蓝方特就是角色是最早出现在梦幻魔灵战四代，然后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智勇双全，长相俊俏。个性不好，跟我一样，跟我一样，跟我的人物设定是一样的，那就是令人讨厌。那我们就知道，就是关于这种设定呢，梦战还有很相像的两个角色，就是利昂跟雅鲁特缪拉啊，他们也是可恨的人生胜利战略大师阵营，人生胜利组都在战略大师，人生胜利就是让人。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天赋技能，好。那他的天赋技能就是无懈可击，无懈可击就是可以让他周围的友军呢，可以让所有属性都提升5%，那会随着他的心术提升，最高可以提升到15%，也不是太讨厌。你后面的评语那 OS 可以不要讲出来吗？你不要说出来啦。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他比较特殊的几个技能啊，我们先看到头枪的部分。头枪来了，头枪呢是我们第一次出现的骑兵可以攻击两格的特殊技能啊、哦。那它这个技能呢，除了可以攻击两格之外，还可以在移动之后增加攻击力，并且在攻击之后还可以倒退两格，就是可以增加蓝方特这个讨人厌的家伙的生存几率。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啊，蓝方特的职业属性。
台风特主要呢是可以分成骑士路线跟剑士路线，那尤其是剑士路线大概是补足了这一次战略大师原本缺乏的剑士职业，原本大概都是大家都是外挂一只艾尔文啊，或是外挂一只巴恩来做补助，那蓝方特制式的剑士就是补足了这个部分。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他剑士的能力好，来这个大赫呢是艾尔文跟其他都有的一个特殊的招式，他可以把敌人的强化技能给消除掉，也可以降低敌人的攻击力，在打雷龙啊或是打一些比较有附加能力的角色的时候都很好用。那我们再看看这是他的剑士技能的重点，来看剑圣的部分。来我们现在看看他的连斩，连斩是一个目前可以算是步兵系最强悍攻击力的技能了，它最多可以造成两次的固定伤害，还可以增加它的暴击几率，就是完全是特化南方特这个角色的攻击属性。然后而且只要成功的击杀角色之后呢，还可以直接减免 CD 四回合，简直是太卑鄙了。你好像真的很讨厌他。对啊，你对他介绍超级完全没有温度的。对，这样像平平这样念过去，然后会加一些就是真是太讨厌了。又帅又强的角色最讨厌。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啦。感觉好像在讲聊骚，好像心有戚戚焉啊，怎么会这样？人设跟我一样啊，我只是没有六块肌而已。好，来我来忽略掉鸟屎，继续看到骑士长。谢谢大家，谢谢。骑士长这个部分，骑士长就比较可能一般的玩家比较不会重视，就是防御的技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骑士统帅，那骑士统帅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新的超绝哦。来，我们看一下超绝，王牌战法是战略大师这个阵营里面拥有的第二支超绝角色。那他的特殊的方式呢，就是他鼓励玩家混合兵种，只要你杂配不同的兵种呢。就可以搭配不同的兵，就是比如说你的骑兵搭配空兵啊，或是骑兵搭配水兵啊，就可以增加伤害15%。那这个技能呢，跟战略大师阵营是非常的搭配，因为我们知道利昂呢也是很喜欢跟蝙蝠做一个搭配的动作。所以我们再来看看他另外一个技能是骑士精神。骑士精神是干儿子利昂也很有大强大的一个技能。他这个技能呢，除了可以增加攻击力之外，还可以补血免疫，应该算是现在的骑兵之中最强的技能了。好，我们翻回到上面。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兵种的部分，士兵。那我们刚说到南方特非常的鼓励玩家做混合兵种，所以你看到皇家施救啦，还有下面的姬武者啦，来下面一点。好，然后还有最下面姬武神、狂战士。他每一种近战职业几乎都有一支很强悍的三转角色，就是可以鼓励大家让蓝方特有更多的搭配。那总结起来呢，蓝方特官方的设定就是把它设定成一个非常强悍的攻击角色，那在防守上呢，可能就需要其他的角色做搭配了。哇，但是真的帅啊！哎，这干嘛干嘛？你看什么气？新角色啊！没关系，大家就是随便看一下就好了。哎，看，他这个副机停在这边那么久，就是让大家好好的，就是认真看一下。不要太认真，不要太认真，不要太认真，是不是？好了，但是他还是。我们看下一次。好，赶快进行下一次。下一次角色又是谁呢？请看。哎呀，下一次我们就好好介绍一下。来了，小编这么有情绪可以吗？看一下这个非常棒的尼斯蒂尔呢。尼斯蒂尔也是出自四代的一个重要角色。马上的音频高了8度，这是怎么搞的？从服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是一只非常好用的角色呢。哪边？你看服装哪边看出来？你说那根脚吗？对，那个独角。哦，那一根独角，哎，然后呢，多好用。尼斯蒂尔的设定呢是一个改邪归正的魔族，那他为什么要改邪归正呢？就是因为太弱了。不过在我们的梦幻模拟战之中，这次的手游版倒是非常的强力啊。那我们先看到他的天赋技能，天赋技能是鲜血女王，他有跟波赞鲁一样可以将魔防代替智力，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是首次的可以无视克制兵种的天赋技能。其实是一个比较增加生存力的方式，因为他在克制不被克制的同时呢，他也不能克制对方，所以他的兵种也不会对对方造成加成伤害。对，然后还有一个他最讨人厌的部分就是最讨人厌，怎么这个他也变讨人厌？你刚不是很喜欢他吗？怎么现在讨厌了？我喜欢他，但是他还是有很讨厌的部分。理性的爱，对，他在我们这边就是你的男友，他在敌方就是前任。
哎呦，哇，你这个叙述有点精辟哦。你这个形容很好，我觉得可以。非常的好来念啊，就是被施加伤害的敌人呢，就会让你的治疗失效，甚至还可以自加伤害。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他技能的部分，职业技能的部分。来，那我们现在看到左线哈，左线。那是你的右边，我的左边呢？左边，左边，再左，再左，对对 对、啊、对。好，我们看到他这个职业技能，这是首次出现的。我们帮忙点一下他的职业技能的部分。啊，魔位是我们首次出现的魔法防御，一般之前的呢，防御都是帮物理攻击做护卫，那他是第一次呢，可以帮魔法攻击做护卫的，这是第一次创新的表现。那我们先看到魔神的下面。魔神要好好说一下。我们先看到被动技能的部分，鲜血逆流。这只角色呢，它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以血换血。简单的说呢，就是揍了它之后，它就会帮大家补血，所以它要尽量的被大家揍。它是一个被虐狂的一个性质，对对对 ，M 都 M。对，而且呢，它也是目前的黑暗轮回之中呢，唯一的具有补血效果的角色。黑暗轮回非常缺乏这样的角色。那我们现在看看它中间那一条技能线啊，不好意思，回到魔神那里，它的鲜血五踏没说到，来，你不是对它有爱？好好好，鲜血五踏怎么了？我都把重点放在它的就是外形身上。你好老实哦。对，它就是很弱，我也要抽，抽爆，好不好？不好，对，好，来继续。鲜血五踏呢是一个很强悍的 AOE 哦，范围技能，它可以一次扣掉对方。是你自身 HP 的50%的血量，所以你在搭配这个技能的时候呢，通常玩家都要选择把它的血量撑高啊，比如说你用钢铁的附魔啦，或是你可以用大树附魔啊，就是不断的把它的血液撑高，就可以让对方造成越多的伤害。那我们看到中间那一条线，好，第一个啊，心追，这是一个辅助类别的技能，这个技能呢可以帮助黑暗轮回的其他，比如说波赞鲁啦、娜娜啦、小红帽啦，可以增强魔法伤害，让对方呢感到非常的痛苦又无法治疗啊、哦，就是跟你神女友一样啊。精辟，精辟，好，接下来，来，我们再往下看，来，我们看到右边的死神之处，来，可能大家会觉得他已经有啊让对方无法治疗能力，那这个能力呢也是无法治疗，为什么会重复呢？因为呢，它的特点就是它无法被驱散，因为一般的能力，我们如果它没有标注无法被驱散的话，通常可以被治疗或是一些正向法术呢给驱散，但是它会强制你两回合都无法治疗，会给坦克类型的敌人呢很大的伤害。大概而且因为它的特性，所以它会完全不怕雷丁，因为雷丁是僧侣，一般来说可以克制魔物的，但它不怕，所以呢可以对雷丁有非常强大的伤害。听起来 PVP 蛮好用的。它是一个 PVP 为主的角色。那我们看一下死神。这个光看它的图示，大家可能会误会它跟小红帽的封印是一样的，但它不一样。小红帽的封印呢是一个主动魔法技能，但是它的呢是一个被动技能，就是只要攻击就有几率产生，不用主动释放，这是它强势的地方。来，我们现在最后看到它第一个，它的不死职业，血妖的部分。虹吸这个部分呢，是虽然跟比起暗莲威力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它已经有很多强烈的能力，虹吸就是补足它可能因为会大量消耗血液的部分，来帮助它一个补充。那我们现在看它的十万，什么东西？都落马了，什么东西顶到桌子了吗？对不起，我冷静一点。桌子晃了一下，我冷静。但是你看到他的那个外表之后，你就忍不住了，是不是？桌子都可以晃动的，这个看起来动摇相当的大。冷静一下，对你冷静，你冷静。哇哦，我们看一下尼斯蒂尔，尼斯蒂尔的兵种呢？你看有很多是关于回血的角色，我们看到冻光骷髅啊，可以回血，然后还有吸血蝙蝠。这些都是很搭配尼斯蒂尔的能力，不过呢，尼斯蒂尔因为他是目前唯一有机会可以移动四格的角色，其他之前的步兵或是所有的弓箭手啦、枪兵啊，都是移动三格，然后空军呢或是骑兵呢都是移动五格，
那这个不上不下的家伙就是四个。哎，你还是要不断的吐槽。对，他不上不下，但是呢，他却比所有的法师职业都可以移动的更迅速。所以我们会通常会建议玩家，其实吸血蝙蝠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如果你选重装骷髅的话呢，就会限制他的移动速度了。好，那总体来说呢，尼斯蒂尔是官方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就是所谓的控制型角色。对，那以后可能官方还会再借由平衡的会试出更多不同的改正。好。哦，谢谢我们那个相当具有情绪的一段介绍，嗯、哇，生动哦，抑扬顿挫，对，而且还会加入一些就是那个玩家可能可以更容易马上感同身受的一些那个辅助，啊、技能名字还记得，听得出来自己本身也是个重度玩家，嗯，我已经玩到满级了，因为通常游戏的玩家就是玩到后面，要么就是变。正向的铁粉，要么就是变那种有一点黑黑粉，我是铁粉，到最后就有点这样，就开始骂铁粉这样，铁粉，没有对他有很多感觉啦，就不小心那种爱，你知道爱跟恨同时都是存在的。这种话就比较麻烦，但是还是就帮他做了这个算是很精彩的介绍，而且那个刚才也有说到那个尼斯蒂尔基本上应该就是 PVP 的时候比较会，就是基本上就是在 PVP 的时候很好用的一个角色，嗯、对，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那个对于这次改版的两个英雄的介绍。但是呢，这次除了就是推出两只英雄之外，好像也会有这个全新的挑战要等着各位玩家们来迎接。我们这次会有很难的副本，很难很难副本，很难，连你都觉得很难很难，跟你的人生一样困难。Oh my god， 那真的。难爆！我人生还好，目前可能对他们来说是还好，跟我的人生一样困难的部分。觉得有点 QQ， 会有一点那种洋葱的感觉。好，我们看一下。好，我们这个副本呢，在每个礼拜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哦，你可以看到这个瓦尔基里战神、瓦尔基里怒神，会有不同的魔王给玩家挑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下方的优势阵营啊、也会希望玩家用不同的优势阵营去对抗。光今天就是光之起源跟帝国之辉。对，那我们现在就是稍微打一下给大家看，因为可能打不赢，所以稍微就好了。展示一下，展示一下，感受一下氛围而已，好不好？有到这么难是不是？打不赢啊！对啊，完全没有打赢的意思啊！哦，这么大，就打一只而已哦。对，打一只就哎、欸，让你看他有多强。哦，看一下官方的操作。然后每一天呢、欸，顺便在那边检查就对了，不是我操作的哦，双手工没有，不是我啦，不是我台耶。对，那么每一天呢会有不同的关卡，除了魔王不同之外呢，我们的场地跟特性也会不一样。那我们可以来出击了。像这一只女武神，它的特性就是，来我们看一下，对，像女武神，让它跑一下。好，它开始先上个，对，它会让你一半让你无法治疗。我们先看一下女武神哈。要揍的吗？先看一下他嘛，看一下嘛，不先了解一下吗？想了解？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哇塞，点个场，这个应该是今年下半年我听过最垃圾的一句话了。知己百战百胜，点一下，我们来点一下他哈。发现我在想讲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哎、欸，他的攻击力，好，看一下他的天赋，他的招式。只能用近战对他造成有效的伤害，远距离的话呢就会减轻伤害，而且他也不怕僧侣，所以呢限制了雷丁的发挥，也限制了远距离的发挥。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能力，神法范围攻击，然后啊下面的洞悉跟视野就是比较正常的，来可以了，好，谢谢，这就是自带解答，对，而且又一的感觉，对，来，那请你继续下去哈，我一边随便讲，一边随便玩。所以完全不能治疗吗？对，完全不能治疗、啊，那太难了吧？所以，哎，没有那么。不像是实况都想的这么简单哈，来我们看、啊，他们都觉得可难，你还说他们想的很简单，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左右有四个小漩涡，哦，那这个小漩涡就是给你补血的，哦，站上去又可以补血，对，要是完全不能补血，那就哎，那我也玩不下去了。可是他的攻击有1000，你就是挨一刀就差不多了，所以你一定要练好练满啊，哇，还不快下练功？哦，对，请大家就一边看实况呢，一边赶快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哎呦，考验练度练一下，哇，啊。你看，我们成功打他17000，不过没关系，他是有300000呢。你这到底是在激励自己，还是在损失自己？对 ，OK OK， 可以。他有站上去回血。对，他站上去就会让你一次回到。哦，所以其实这时候带骑兵或者是飞兵就可以打完就跑。没错，没错，没错。但是重点还是你要带有能力加强的阵营，因为他太强。哦，对，尽量要有。有超级要释放，并且要有阵营的能力加成，他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能力加成。对，那当然如果你硬要也可以啦，也可以。所以这情况部位就没有
感觉没有用，因为你需要补头回去补血啊。嗯，没错，在这方面非常聪明的，我们要讲。他会移动吗？非常聪明啊！我刚刚说他会移动吗？那我都不知道讲什么了。然后他不会移动，他不会移动。哦，那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但是，哎呦！我看你是还没见识到我们女武神大大的威力哦！我女团成员帮我拜托，女武神是先演叶子才是。想要成员帮你是吗？哎，现在要说不能，不能组队打，不能组队打。哎呀哎呀，只能自己面对，就跟你的人生一样的。真的哎，哇！哎，没有我的人生有遇到非常多的贵人，很多人帮我一起面对。谢，就跟我的人生一样。不能干嘛讲，干嘛讲那么心酸啦、啊欸？就跟你们这些肥宅人生一样呢。你这样讲他们可以吗？你这跟他们感情很好，就开始说脏话哦。对，还是可能会先刷一波 QQ。这么困难的关卡，奖励一定会特别好。没错，奖励的部分我们待会会讲啊。好，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难看的对决，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再斗下去就会显示。透露出我们就是技术不好这个缺点。哎、好，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好，这一波结束之后就可以了哈。可以啦，你看已经快要打掉10万。我们直接又开了，还有30万逃兵。就是，如果还不够的话，你就赶快先去练一练，好不好？对，而且因为有十回合的限制，所以你要十回合。对，你要打带跑也不能拖太久。有点，真的有点硬哎。我就说很难嘛，你设计以设计人生理念设计的这个副本，你讲的真的相当中肯呢，我只能说反驳嘛。而且要到55级才可以哦。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奖励，奖励是什么呢？心之羁绊，就是待会我们要讲的东西，这两个都是心之羁绊的材料。好了，麻烦帮我转到心之羁绊那里。对啊，心之羁绊在哪里？心的时候。对。其实它就是原本存在羁绊的系统，只是之前没有开放。那我们现在把它开放。那中间告白那个吗？点一下那个恶心的爱心那个部分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羁绊。你为什么整个人的状态都改变了？从那个刚才这个人生很困难，这时候呢？你跟雷丁告白不恶心吗？哎呀，但这次就是没有开放女生嘛，可恶啊！难怪你那个能量整个人都下降了。而且我们就没有抽到雷丁嘛。来，我们看一下心之羁绊部分。来，我们来特别讲一下它的重点。你看，我们可以在等级提升到4的时候，可以让圣骑统帅生效。但你攻击深入战斗时，可以降低魔法伤害。然后，来往上抬一点，好，谢谢。在你为王者的时候呢，是减低你的物理伤害。所以根据你是不同的职业呢，都会有不同的效果。然后每一个角色呢，都会有不同的加强。像雷丁是这样的效果。那可能是巴恩啊，可能是莉亚娜、啊，就会是不同的特效。那我们看到 LV7 的部分，来，当你升到7的时候呢，还可以增加你的伤害，主动伤害，一个是被动伤害，一个是主动伤害。好，这大概就是我们这次心之羁绊最大的重点。那要完成心之羁绊呢，就是得完成刚刚前面的考验，因为这样的强化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也不希望玩家就是一下子就全部的角色都可以获得，就是要经历过一番痛苦跟辛苦。就慢慢一步一步来，跟你人生一样，这样才好玩嘛。哎，这比人生简单多了。哦 ，OK。你人生努力也是，不一定会有，不一定会有成果。对，那这个努力就有，这努力就有成果。哎，我人生那么棒。对，真的还会带入自己，真的好会，好会说。超好，真的是100%标准射畜哎。这个结论也相当的中肯啊！这段不要给老板看啊！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的那个全新改版的内容，有我们的刚刚介绍两只英雄，然后我们全新副本，还有心之羁绊也会开放啦。好，但是呢，就是相信呢，守在这个直播前面的观众朋友们看到现在，应该觉得，哎，这么多是重量消息，那究竟我们的这些就是奖励可以抽奖的这些这个官方的这个通关物语到底是什么呢？刚刚已经讲了第一个字是一，现在可以公布第二个字吗？雷，我猜是雷队友的概念吗？第四个该不会是的吧？该不会这个字是风吧？哎，不是哦，跟各位讲一下，大家就想说啊，根本就是右下角那几个字嘛，的，怎么可能？竟然有人可以讲话用唱的，好强哦，好厉害哦，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好不好？各位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赶快看一下，我们到底通关密语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全新改版的这个伊蕾丝的季风，但是后面还有来喽，所以千万不要想说这么简单，伊蕾丝的季风洗版啊，但是就发现没有抽奖资格的话，那就很可惜了。所以大家要记得是我们伊蕾丝的季风来喽，一个字都不能多，不能少，总共是八个字。而且重点是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收看，可是一定要在我们的官方粉丝团的活动页面下面留言才算数。所以呢，千万记得哦，不要说我有留，为什么我都抽不到，只能当粉母，因为你可能留错地方的话，就是失去资格，请大家特别注意好吗？好，所以呢，刚才这个大家应该有截图了吧？好，看一下上面的留言的人也知道，就是伊蕾丝的季风来了，所以请大家呢赶快来踊跃的参与一下。好。接下来呢，又要再继续进行到我们的全服奖励的时间，因为今天那个小编有说嘛，就是要送一连串各式各样，虽然他看起来很不情愿，真的是很不想送你们，哎，但是官方代表难免是要被就是推出来，所以呢，只好勉为其难送给大家。为了生活还是要忍啊，真的百分之百社畜哎，百分之百上班马上爆表的社畜指数，好 ，OK， 所以呢，下一个挑战是什么呢？下一个挑战就是台语说不好没关系，我们会笑你的哦。笑台语科科什么东西太长了吧？等下等下，谁笑的？台语说不好没关系，我们会笑你的哦。科科，我想科科，你想的，我想的，你想的。等下，台语说不好跟我们全部讲你有什么关系呢？没错，因为呢，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那个就是实况主们。来考验一下你们的语言能力，台语讲得好吗？各位是台湾人吧？有混血儿吗？什么文组的？文组的哦，所以呢，讲话应该是很溜，很就是对于这语言掌握力很高，也还好。哎、欸、哎、欸欸，文组的就是理科比较差的，这唯一的解释只有这样。理科比较差，但是文组其他多但文科也没有好，理科的东西比较差的，理科更不行。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不太妙？但是刚才说的，哎，台语说不好没关系，我们会笑你的。其实是要请大家呢，就是来叙述。注一下我们梦幻模拟战里面的英雄，然后呢让我们的小编来猜哦吗？让小编不要了吧，你还猜？你刚才猜四个怕了四次，他们刚才画成这样子，你猜会不会有问题？先不要，我也觉得先不要。我觉得你有一点点懂，不然这样子好了。我觉得呢，就是那个台语说不好没关系，但是我们实况组里面应该有人台语是比较溜的吧？哎，我们来，叶子应该很强吧？米塔马上，我北漂，我北漂，我也不行，我也不行。一到十谁数？你们都不行？一到十，你是说台语吗？数不出来，我。可是我以为米塔是会讲台语的。米塔看起来台语很强，为什么？大家也说我台语看起来很强啊。你应该是张你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可以吗？能杀技，好好，可以了，可以了。不要逼他，不要逼他，对不起，对不起，不行。好，那谁可以是数出来，而且是可以很练邓的？你数的轮转型的。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就是你了。谁在那？谁就是这样子下下海是吗？没有，就是可以更好。台语超好的吧？台语很好啊。我听还可以啦，我讲有点那听还可以，所以你要负责听啊。好，所以我负责猜吗？等一下，没有，所以你要负责听啊。对啊，是听的啊，听的人就是要猜啊。对，你词汇比较多，因为你比较会听，所以我们乱讲的时候，你比较听得懂我们想要讲。你们乱讲，如果讲了别国语言，我也听不懂啊。不是我，不会啦，从头到尾都是用英文，英文把它用台语发音，像那种八点档，有没有 ？Bailey， 黑啦，好，可以吗？但是你们这样子，万一真的讲不太出来，我们是要就是猜对。三分钟要猜对五个才算是过关呢、欸，好有点难。你确定可以吗？题目很难吗？题目就是我们的英雄们啊，有很多哎、欸，英雄很多。申论题，发表一下你们对他们的感想是什么？然后小编你不可以在旁边都那个打 pass。我跟你讲，我觉得叶子猜是最好，因为叶子也最熟。对啊，游戏他也最熟，台语也最好，好，对不对？哎，好哦，还是这集来宾就给他好了。那个先不要，帮你们叫车好不好？我们是先不录了。关你什么事？我也可以，小编猜好了。你不要揪他了，我可以坐前面呢，当工作人员是不是？好，所以呢，确定三位。来，就是叙述英雄，然后给叶子猜。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确定，确定是这个分配吗？我这边应该一致通过吧。我觉得胜率比较大了。胜率比较大嘛，毕竟这个是全服的奖励。小编你在旁边当那个裁判，还有计分员哦，好不好？我先来告诉大家奖励是什么好。好，奖励是什么？免得他们不认真。
哎呦呦，奖励这个好像听说很不错哟。奖励是随机饰品一个，然后工匠之锤特级三个。随机饰品可是有可能会开到好东西的哦。哎呦哎呦、嗯、哎呦哎呦哎呦，为什么讲完自己写了一下、对，想要这个我怎么会送这么好的东西啊、实在是太佛心了，下次不要送这么好还自己做记录太多了吧，太好、太多太好，下次真的不能这样。但是毕竟呢这个是全服的奖励，所以我只能说真的请各位好好努力帮我们玩家谋取一下福利好不好。刚刚那月西就说了嘛，就是今天是来帮大家谋取福利的，好好加油一下好吗？你要是不要当薪水小偷啊！等一下如果不加油，你知道楼下那这栋建筑会被包围吗？你们可能出不去哦，回不了家哦，出不去耶，小心一点哦。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哦、我猜我压力很大。不会啦，你胜率最高啦。好好对啊，我猜不到啊。我是怕派一个鸟屎出来的话，直接就爆了。没有努力。会爆，会爆，真的会爆的。会爆的，会爆是你的。好啦，三分钟的时间准备好了，来计时开始。得了第一个，来叶子不能看哦。好，查某还是查某诶？差在哪里？你刚说了两个差在哪里？我头好痛，完了，真的幸好不是鸟屎猜。你会查某？头毛会烧，头毛会烧是啥物烧？不是，这不是查某吧？我知道了。芋头卡车卡车卡芋头什么芋头卡车五卡车卡车卡车谁没有卡车啊？卡车就碎。哦，我想说哪一个英雄没有卡针啊？你讲这东西，雪莉，雪莉，半分钟过去了，快点，雪莉，雪莉，雪莉，恭喜你！好，接下来下一个，你玩过芋头吗？你芋头会？芋头什么了？我写上面是 yellow 下面 yellow 是英文台语，各位台语，查某还是查某诶？不是，汪什么、唯一不是人的古巨拉，古巨拉，古巨拉，这样也猜得出来，神，好，两题过了，还有，快点，come on，一分钟过了，这怎么讲啊？快点，你的这个芋头，上面写，就勾追，难道也可以勾追你的英娜。岁寒音呐，岁寒音呐，你俩就是岁寒的，哪有来头？我是上场的啦。音呐，抓几嘞？抓几嘞？绑啊！绑！是的，法师是不是？等一下，时间剩下一分半，已经过了一半，只有两题，你们要不要放弃 ？Pass！ 这个不行，下一个。哦，就大家的，大鸡，就大鸡，提下面，给西，帝王，巴恩哈特，好强，这样子也猜得出来，我真的，下一个谁更快？跟刚刚长得有点像呢，马西欧，拍狼，直接拍狼，直接拍狼，时间剩一分钟，各位，拍狼，是小红，我记得他是拍狼，破蛋弩，恭喜，可以，1、2、3，是还有最后一题，最后一个，快抢哎，真的是走光良化，你也是参加的好不好？最后的四十秒。大量8、7，索尼娅，恭喜，时间暂停，真的是索尼娅，好准，不是你们要说哦，你要说皮肤是黑的，会呼吸哦，好不好？我想说哪有角色头怎么头发黑的，然后又黑的，你刚问头发怎么颜色，米娜在旁边说芋头了，我还跟皮肤的台语，你们的那个台语真的是有一点雷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最 carry 真的是叶子，你们讲成这副德性。竟然可以猜出来！我们用毕生的台语单字全部用出来，你们根本没用到多少台语。芋头是什么？你们两个就是欧芋头，大量，然后呢？好强啊！把那个风凉快。我想说，你不是来看比赛，你是来参加比赛的。好，所以呢，我们刚才索尼娅也对了，波赞鲁也对了，还有巴恩哈特。
以及古巨拉跟我们的雪莉，欸、想不想知道在那个有一个没猜到？对啊，哎、欸、对，没猜到的那个，两分五十五秒，差了一题。哦，双子的其中一只，讲的很对啊，英娜，然后自己的房啊，英娜，英娜，哎。几级超级强喽？没有乱讲，这个真的蛮难的。这个好像真的有点难了。因为它上一代上一个版本的新角啦。对，但是如果就是猜不出来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在两分五十五秒的时候完成了五个英雄的猜题，所以恭喜我们玄福可以获得奖励。哎，太 carry 了，我只能说。那个叶子果然好累、哦、第一次这么想为自己有点想交给你们了，交给你们了，真的太强了。而且我们刚刚说我们要叙述让他来猜，就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叶子一直用台语问我们是什么是什么，然后没有听懂叫什么什么什么杂包杂包你都听不懂，你要死，你好像真的有一点 我一辈子都分不清楚。是男吗？对，杂包是男生，杂包 我到去年才分清楚鹅啊跟偶啊。偶啊是哪一个？芋头嘛，哎、哦，你会哎、欸，然后鹅啊是蛤蜊嘛，对，然后蚬是蛤啊嘛，嘿，对对对，其实没有没有，蛤蜊是蛤蟆，鹅啊是蚵仔，你看你还是不行，好了算了，不要歪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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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这台语真的不行，但是开店来赞了是不是？对，真的真的，我觉得真的有点母汤，但是没关系，刚刚的全服的奖励拿到的话，至少过了一个挑战，但是接下来的这一个挑战。我只能说你们刚才那些雷都没有关系，现在呢、啊、你们是要为自己来谋取福利的时间了，各位、哦、好，那有我们的事了有事了是不是？上班了，终于上班了是不是？前面都在打酱油芋头，以后看你就像芋头了。没错，因为刚刚呢我们都是全服的奖励，但是现在呢我们是要让我们的那个四位来宾可以有小礼物把它带回去。 哦，是桌上的公仔吗？对，请问一下小编可以 吗？当然是不可以啊。哎呦，那不然怎么办？我都没有、欸、人家这么努力已经帮我们全服的玩家已经争取了两项的奖励了，总是要给他们一些福利吧，对不对？谢谢你们，获得一个赞，扣他薪水，扣他薪水。对出社会人来说，这样就够了。你可以获得好棒棒，你压力很大，赞赞的。好，我们来送他们东西了哈。好，所以他们可以拿到什么？他们可以送到刚刚有介绍的限定桌历，2015小型桌历。然后还有刚刚那个超大精美滑鼠垫，精美滑鼠垫，滑鼠垫好，刚才被那个就是很大那个，对，刚被意淫的那个滑鼠垫，哎，没有意淫，我有伸四手，好不好？伸四手，有距离的，有距离的。所以呢，这个挑战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化神灰我都认得你，英雄特征大考验。英雄特征。你有没有兴趣做企划？很会想，你很喜欢他的这个内容。跟你做企划，你要自己在幕前哦。对，还是自己做企划，然后还要自己出来抛头露面。他也很适合在幕前。对啊，他很好，就是很强啊，不是？哦，你成立公司，然后把你挖走。好，所以呢，这个游戏要怎么样玩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呢，刚才就是我们的啊，也是有协力的部分，但是现在呢，也是要请四位一起协力，然后呢，一起猜出我们官方所出的这个英雄到底是谁？但是呢，这个英雄如果直接就秀出来告诉你，你猜你可能名字讲不好，名字讲不好就算了，连他的特征你都认不出来的话，我们就要把那个难度提高到先给你1%英雄的特征，百分之一算太细了吧？这个计划赛车也依他说的太闲了吧？一路录到九点，然后我拒绝，我们一格一格公开，你们猜出来的话，我们真的就要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们了，好不好？好。所以大家呢，我相信这个如果给你们1%，好像真的是有一点硬，可以给他们一点点小小的福利，给他们一点点技能吗？就让他们变大或是变多吧。什么？哪里变大？哪里变大？你说我的钱包跟我的存款吗？太棒了！可以，都从你那边扣就对了。有技能啊？那就不要办活动了。不是不是，你刚才都讲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就是，比如说，本来就给你1%，把它变成2%，或者是给你1%的两个。类似这样子变多变大是这个意思是吧？对，让他们自己选择、哦。好，所以每个人的话都可以用一次吗？还是只能四个人选一个？每个人都一次好了，不然我怕我们真的要真的录不出去，对对对，录不完，有点想回家了。哎、欸，太快了吧？觉得薪水到这边其实差不多了，我已经加班加太久了，够了够了。好，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待会会就是公布一个小小的特征，然后呢，每一位。都可以使用一个技能，要把它变多还是变大，然后你们就自己选，然后你们可以讨论出来，只要觉得呢确定是这个英雄的话，我们就可以
就是把答案跟我们讲，我们就可以把礼物送给你们喽。OK 吗？好，好，来导播，麻烦请给我们看一下，到底这个英雄是谁？谁知道啊？快了吧？还是百分之一、喔？太小。我说百分之一就是百分之一。这青蛙真的很有才、欸，一小块红。就是他，赶快把他叫走。红色至少可以过滤一些角色。对，對至少不是利昂，不是妹子。这一定不是妹子是吗？你怎么知道？妹子布料很少啊，不是这样子你也看出来，搞不好来涂开来是裸体，就这一块有布啊，刚遮住点有没有？刚刚好白白的，就看起来只有点就是点而已，对，搞不好有一点像小红帽。等一下，你现在只要讲出来的话，就是直接就是宣布正确或是错误了，所以你真的不用技能，这样就猜。要，我要用，你要用白不用嘛？确定一下。对啊，也是，那你要选多还是要大？多好了，多對好，那导播请给我们再多一点，太少了，真的是再多一点呢、欸，太少了，一点都不再多了。节目可以再过分一点啊，这企划很有才，至少是证明了是有黑色、红色的，其他谁看得出来 ？So what？ 黑色红色也很多啊。我手上这个好像很像哦，你手上那个 是这个系列的哦，欸、真的、欸，好像是这个系列的哦，有点像啦，有一点像呢、欸。对啊，好像刚刚那个谁，哎、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提示吗？一个人都可以有一次的机会，一个人都可以用一个技能。好，那我，所以没有答案，那我们就用下一个技能。好，下一个技能谁？好了，那我也要更多，更多，月熙也要更多，导播再给我们多一点，再给你一点，死了。多一点，总共给你三点。要不要一路开到最下面？好，再给你开四角，给你开四角，都开各开一个洞，好不好？好不好？四角画下很多点哦。他以为在画那个什么北斗七星是不是？这样谁看得出来啊？变成一个勺子，而且他刚好开在一个同一个色块的地方，看起来就是破图而已啊。破图都来了，所以刚刚叶子本来有觉得好像是谁，现在有稍微明确一点吗？我觉得又不像了，又不像了。我看，他好像左下没有红色，所以可应该不是艾文。哦，原本猜艾文好像也不是，那应该是差不多他的系列的吧？对对对，还是你们要偷偷拿手机出来比对一下？可以，这种可以吗？这种作弊？我就先拍一下。我觉得你们先把技能开完，我觉得你们先把技能开完，我先全部开完。那我不要多了，我要大。你喜欢大的，我要大，好大。好，那你要是选择、啊，不是他都一直往那些没有意义的地方开。但是大，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的大哦。可是大的话，就是三个大起来，不是吗？你说三个都变大吗？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哦。没关系，你大大看，反正还有我大。好，先大大看，先大大看。好，你要是选择技能是大，请给我更大。哇，真的、哦？啊，可是有差啦。我觉得有，那有帮助吗？只能大一个、哦，我以为三个全大哎、欸，我想三个全大就知道了。你喜欢都大了，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真的假的？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再确定，不然我很怕大。技能要不要开一开啊？对，因为这感觉左下角的那个话，应该是披风的角胶或者是什么红色披风的，应该有稍微。所以这样看起来应该还有最后一个技能可以使用。那 Mita 你要选哪一个？大感觉比较划算。大感觉比较划算。大比较划算啊。讲 CP 值的。哎、欸，可是他再这样大下去好像也没有意义。不是，你看他大的范围就是大上去之后比那个开一个小点还要大多了。他等下大，然后大在最左边、欸，然后都是空白的。他也是。对，万一都是一些空白，没有什么。对啊。没有什么帮助。小编，小编，你刚刚不是都已经要趴下去了，都准备要放水，那再给我们多放一点嘛。讲话。再来一点啦。再来一点嘛，还是你再睡一下哦，我们看一下，其他东西可以看。眯排一下、啊，不然就给剪影好了啦。剪影吗？剪影好不好？我、哦、这个哦，这么爽，这个大放送哎、欸！叶子一看一定就知道啦、啊。没错，基本上就已经是公布答案的概念了。这样他们要是还猜不出来，我就可以很理直气壮不要送他们。哦，你是为了不想送东西而使出这一招是不是？都讲了还好也是，那是直接要放大决的概念。那我们就更大加上我们的剪影一起来导播，到底越大又剪影，这连我都行了，好不好？OK， 以上也行、啊。刚刚本来不行，现在突然都行了。妙蛙种子嘛。是哎、欸，我们这次走错棚了，是不是？我们走错棚了，就对了。是谁？猜猜我是谁？好，所以是谁？我觉得我们应该都知道答案，就一起说好了。应该好，所以呢，更多更大以及剪影都出来了。四个人讲的不一样。你们确定默契可以哈？结果应该可以吧？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觉得是几个字？你们自己先那个想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哦哦，那看起来应该大家是一样的喽，因为你们现在讲。
讲出来的话，就已经会就是确认是对还是错喽。好，来准备哦，来一二三。雷迪，吓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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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不就说已经有两个都有哦，对啊，都有，所以他想要选，那你让他选好，你要选哪一个？你要选比较大的还是选比较小的？我个人两个都想要了。好，好了，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想说好，我只要一个的话，你可以拿去送观众朋友。没有，我是怕随机配送，然后我配到。应该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吧，都是刚刚那个嘛。桌历也画给你2018年的，他们2019年的。然后你的很多电视全部都男角的。也行也行也行，12个胸贵，不同的肌肉直接阿尼提来，哎呦，原来你的性向是。好了，所以恭喜我们四位都可以拿到。桌历跟这滑鼠电灯就是超梦幻的啦，所以恭喜刚才努力了一波，终于有回报啦。好，但是呢，除了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英雄特征猜出来，四人同心协力之后呢，也要继续为大家来带来这个就是好消息，因为除了有大的那个改版之外，还有很多的活动，接下来会跟各位玩家朋友们见面，对不对？嗯、对，我们在1月的时候呢，会跟泰山合作推出了三个系列，这个包装，这个包装呢可以送虚宝啊，还有抽奖的活动，然后我们还会。特别搭配做一个新的小兵皮肤，哦，对，然后科爆，科爆，科爆就对了。你是他，你是说科爆？你刚刚是说科爆还是科爆？你们要科爆，我也不反对了。我讲出心里话，你今天 OS 讲的很多呢。拜托，拜托你们多科，拜托。以前通常都说，哎，尽量不要诱导消费。可爆就对了，直接不演，好猛哦、喔，是猛的。所以这一月的时候会跟我们泰山合作，有很多那个饮料，大家呢尽量去喝有那个虚宝又有好喝的饮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们之前在香港，现在正在举办一个我们的梦站老司机专车的活动哈。老司机是我家的啦，对，官方只有专车可以上车吗？老司机是我家的，什么时候要开车通知一下好不好？想上车跟真的可以上车，真的可以上车，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车。看一下那个车，现在拍出来再看一次老司机好吗？真的可以上车，就是我们会请玩家上车去玩，然后呢，现场就会让你拿到很多虚宝，那你也可以找你没有玩过的朋友去玩，那叫他把虚宝给你。原来是这个样子。但是刚才也说想上车，可是什么时候上车？可以什么开车的时候告诉大家？后续的时候会马上公布在官网，就确定了我们就会公布在官网。所以呢，就是每一波开车的时刻表都会在官方粉丝团上面。要挑我有空的时候我才。是你来吗？是你跟你的，你也今天太多职了吧？校长今天装中，然后要写计划，还要自己开车，还要送礼物，把自己的薪水都捐出来。哇塞！哇塞！那太强了吧！你赶快，你赶快，不是你赶快签他，立人证。我等下去立案。真的很好用，但是呢，表示也代表真的有很多的这个福利，很多的活动等着大家一起来参与，而且是我们那个伊蕾丝的季风改版内容的话，直接就可以体验，对不对？对。而且重点是呢，除了这样子，好像还有更多活动，还有什么？我们接下来会在1月的国际电玩展跟动漫展，我们都会有派出人员去参加，然后到时候还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活动，就欢迎玩家到时候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所以现在还就是没有要公布太多的细节，但是听说好像有一些神秘的英雄。没错，但这个还不能讲，还不能讲，对，还不好说，现在还不好说，因为他们连我都不讲，所以我也不知道。哦，终于你不知道的事了，原来是真的不知道。对，其实我很想讲，但我不知道。好，但今天也不爆雷，反正大家到时候去参加的时候就可以来捕捉一下他们的身影。喜欢的话，请就帮我们多分享那个好消息。但是今天除了就这么多好消息，这么多的好礼送给大家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最后压轴的全服奖励哦，还有圣魔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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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想要圣魔卷，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奖励，怎么没有圣魔卷？不奖励，我也想要圣魔卷，哎，你也想要是吗？所以圣魔卷可以送。有机会可以送，有机会，或者是汉堡，或者是啊，或者是汉堡，什么什么什么？等一下这个那个，你知道温度是差很多呢，就看看它是转到单数还是双数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我们四位来宾里面
有人的手气是比较好的吗？鸟屎，确定？屁啦！所以我们这边有是，我这个人从来不靠运气，我都是靠实力的。哦，这样了，哎，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啊，好吧？没有没有，运气就是运气。我运气很差，我运气很差哎、欸，这样叫我转啊？那你靠实力啦。我运气很差哎、欸，你很坏哎、欸！等下，米卡今天都没有参与，搞不好跟米卡来一下啊！你好像草莓族，你马上这样转，这个压力太大了，还跟我们旁边对一样。等一下，小编，我们该不会是要转到橘色才有吧？没有啊，怎么会这么残忍呢、啊哦？真的假的？所以我们的转盘要怎么样玩？因为你刚才说汉堡跟圣魔卷、要连续转到五次橘色。太多了啦！你刚才说想要早点下班，你快一点好不好？我可以在那边去找五次橘色，我在那跟你拢溜连圣魔卷，我直接买圣魔卷给大家，好不好？直接抽了。所以那我们这样子好了，单数汉堡，双数圣魔卷，好不好？单数的话是汉堡，双数的话是圣魔卷，双数是不是？这样子感觉起来应该是约莫一半一半的。检查没有了，都有检查过了，怎么会叫一个双数？对，而且橘色那个是一。是那个单数也不好，对，所以你千万不要转到橘色，拜托你。如果你今天转到橘色，真的我转了，厉害。哎，等一下，对，你们突然就决定是鸟屎了吗？就最后希望，对啊，哎，我们全不是你们三，不是你们三个没转到都不会被骂，我会转到我会被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就是看你想看我被骂还看不够吗？你有看过我被称赞过吗？好像没有。你除了我看我被骂，有看到别的事情发生过吗？所以那就没有差啦，反正就是只是在被骂跟被多骂一点而已，有差吗？好不好？我想被打，是不是？你这么扛，拜托，都你扛就好啦，我想被打，而且我们送三张哦。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真的是重责大任。你看前面那个台语讲的有多破，大家都不重要，没差，没人在意，只会在意最后的这一段。哎，所以言下之意，真的就是鸟屎喽。哎，真的。好，那我们现在马上请鸟屎来帮我们转盘。单数的话就是汉堡，双数的话就是圣魔剑，三张鸟屎，你准备好了吗？双数。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这是要讲感想，听起来是一，有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啊。都转啊！好，来三二一，双数。双数，双数，双数，圣魔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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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是中间吗？中间没有。我们这个游戏设计很好，直接给你一个卡榫，卡在那里。哦，我觉得那个卡榫有一点坏掉了。哎，我们刚刚没有，我跟你讲，示范而已吧。示范是吧？我们这边刚刚卡了一个紫穴，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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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真的没有。这是我们器材的问题。像小编，等一下，我们器材问题的话，你看这边这么浪。不然叫怎么转啊？这什么动了奇怪的东西啊？是不是？是不是？连电云都看不下去了。在在在在在在，对不对嘛？我们是官方的那个，就是器材的问题。完了完了，现在要停了。刚刚感觉到我很努力求生的感觉。我感觉已经要灭顶了，知道？抓着枯木这样。赶快把鼻子先交上去。所以呢，现在喽啊，再一次的话，那鸟屎麻烦你帮我们转到双数喽。双数哦。怎么样？呼吸在哪里哈？双数基本上每一格旁边都是啊，而且你看我运气多背，基本上是二分之一的几率。对啊，所以你们怎么会选他啊？哦，因为他要被骂是不是？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要被打，他要被打，不好意思。好好好，来鸟屎，来准备，三二一 ，Go！ 双数，双数，哎，没有小编，哎，不然这样，不然这样，如果我连续三次都单数，就算我双数了，好不好？你连续三次都单数，连续不是不是。不是，你看，你看，连续三次单数比甩到双数还强吧？对对，而且重点是不是啊？现在其实就是刚才是单数加单数，就变成双数啦。而且，我必须说一下，我是在橘色，好吗？哎，对啊，哎，我觉得这个难，我觉得值得给尊重 ，respect。对，真的，橘色就大奖了。不然我们再一次，然后我们把几率提高一点，好不好？十二以下。都是双数，好不好？你干嘛给自己门槛啊？我当然给这个破枪活下来啊！好吧，好吧，可以吗？好啦，他都已经就这么就是这么有诚意，说起来要十二以下咯，可是十二以下好像是有点分开，并没有都在同一个，没有同一个，同一个，同一个区域，是不是？所以我会先到这边一点点，先看准了一下自己的活路在哪里了，到底是黄泉路还是活路呢？来了，好了，准备好了，来三二一 ，Go！竟然是八！哇，太棒了！哇，
他刚刚转到橘色，现在又转到八，可以了啦。有什么关联吗？我自己都想弄。赶快随便。我看我证明一下，这真的是我的问题。米塔，你转。好好，米塔随便轻轻的来给他一个双数，试验一下，随便双，随便转，随便双，不要看，好不好？好，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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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双啊，十四啊，所以你们刚刚干嘛要选鸟屎啊？所以就是我根本不是这么讲，这个好不好？这我也尽力了，好不好，各位？但最后没有，就是米塔的算了，米塔的没有那个，他是比较认真在做。我觉得够，我觉得够，我觉得被觉得说小编一句话，小编一句话，小编一句话嘛，对，好不好？你看嘛，你也不想要看鸟屎转嘛？那我们刚才就是米塔转被人家打吗？对啊，舍得。那我们就当鸟屎刚做的事情没有发生过。OK OK， 没有没有没有，鸟屎他今天是工程师，他在负责暖机测试好之后才正式上问米塔来，好不好？你们刚才讲的那些其实根本就是，好不好？不要给他压力，不会被打，也不会被骂，好不好？所以恭喜我们这样子就是获得了三张圣魔券，谢谢米塔，谢谢米塔，谢谢芋头，芋头。哦，芋头，好硬哦，真的是，我真的是在想说，哇塞，完了完了完了，我们待会会不会都出不去？幸好很好，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完美的 ending 啦，所以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那个先放松，应该都玩得很开心吧？就是愉快的一天呢，又有什么券拿喽？你要是太怎么气啊你？觉得刚消耗能量焦耳数有点高，还不算卡欧路里的，算焦耳数的。我要算焦耳的。好，今天是非常谢谢大家热情的参与啦，也谢谢我们今天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米塔，谢谢鸟屎，谢谢。叶子，还有我们非常有情绪的小编帮我们介绍非常精彩的改版内容，感恩感恩。好，对，但是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今天呢，我们就是有跟大家呢报告了这个通关密语，大家还记得吗？最后再帮大家好好的复习一下，到底是什么？就是伊雷斯的季风来喽。所以呢，很关键的这八个字一定要记得到我们这个官方粉丝团的活动页面。再讲一次哦，是活动页面，不要留在其他的地方。那至于有什么样的奖励，也帮大家复习一下：有买卡500点十位，经典桌历 A4 的资料夹，梦战超大滑鼠垫，还有力扬公仔以及拉纳公仔要送给大家，请大家踊跃参与。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波啦，就好东西要跟大家好朋友分享一下就对了，好不好？好，今天再次非常谢谢我们所有指挥官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我主持人那里，拜拜，拜拜。行くわよ。無駄な抵抗はするな。